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:14。加权指数间大涨80点，昨天涨64点，今天一开盘很快，一个小时而已就涨了105点，两天涨了170点，礼拜二跌100点，两天全部吃掉，而且再创新高，两天来去170点，两天涨170点，对不对？两天涨了170点，把黑棒都吃掉了。今天甚至于是怎么样？最近3个礼拜以来的新高。所以之前我跟大家讲过，10322绝对不会破，10322绝对不会破。你看，从10322到今天，已经快106了哦，已经快10600点了哦，已经要300点嘛哦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再等下去，行情跑完了，你才想要拼就来不及了哦，就来不及了哦。你看拜礼，礼拜二跌100点的时候，多少老师在吓你，多少老师在恐吓你，所有林德燕告诉你，赶快买。很快就会上来了，相信了吧？相信了哈，所以节目不用看太多，看越多只会让你越乱而已，不见得效果会更好。好的节目、优质节目1个2个够了。林德燕对大盘的分析，林德燕对于类股的分析专业绝对是够的啊，绝对是够的。你看礼拜二谁敢在大跌100点的时候叫你赶快下去买股票？很多老师看空、看保守，哇！啊，这些都看不到去啊，安尼变哪？啊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好，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部分是小涨，今天亚洲股市是大涨，澳洲虽然只涨0.3%，澳洲是创新高哦。原物料一直在涨，原物料一直在涨，澳洲全球最大的矿业国，对它当然是好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澳洲持续创新高，南韩今天大涨1.2%。香港大涨200点，大陆股市也涨0.7%，所以是全球整个亚洲都在涨，不是只有台北股市而已。啊，我们刚刚打报告起呢，是整个亚洲都在涨，我们的步调还输人家很多，大家加油了，大家加油了。今天台北股市跟昨天最大特色不一样在哪里？昨天是原物料，对不对？今天电子股起来了。今天电子股起来了，从大立光大涨，哇，大立光真的变标股了齁，4000几块的股票竟然变标股，今天一天起300块，上多收盘涨了235块钱。那大立光有人说啊，之前跌那么深，你又没有，干你什么事啊，对不对？你也没大立光啊，大立光保个花清跟你也没关系啊，反而大立光跌我还比较乐观呢，我还比较开心呢。为什么比较开心？一张大立光400万，在最贵的时候一张600万。你看我们昨天买永丰鱼，我们昨天买永丰鱼，我们买12块卖13块，你知道一张大立光可以买300张的永丰鱼啊，一张大立光可以买300张的永丰鱼啊。所以外资资金如果从大立光退出来，转到原物料股。原物料股是更好做的、啊、懂意思没？你想齁，外资如果拉大立光，你敢买吗？你敢跟吗？大家都不敢买，只看外资在买而已。可是外资如果买这种10-20块的原料股，你就敢跟了，大家就敢买了，那所造成的市场效应是更大的，是更好的。所以大立光跌我其实是蛮开心的、啊、能够造就更多的股票，创造更多赚钱的机会，不是吗？今天大立光一涨之后，把整个瓶盖股全部都带上来了，2317红海，2354红准，6121新普，2383台光电啊，甚至于6269台骏，4958臻鼎，3673啊 TPK。今天瓶盖股普遍涨2%，今天瓶盖股普遍涨2%，
那瓶盖股涨2%，你想哦，在礼拜二的时候，大家把瓶盖股给骂翻了，好像瓶盖股一副要破产的样子，把人家讲得多不堪呢。结果骂完之后，瓶盖股大涨，奇怪哈，神奇吧？所有老师都看坏瓶盖股，就瓶盖股大涨。起牛就是这样啦，你只会看报纸来念报纸哦，那不叫分析嘛，那只叫传声筒而已嘛。分析你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，你看今天传出来啦 ，iPhone X 没有砍单啦，对不对？瓶盖股全部起来啦。我就跟大家讲过，其实瓶盖股是最好做的，你们做瓶盖股会赔钱，是因为你们不懂它的关系，它的特殊性。你有听过我演讲的？我有好几次演讲都谈瓶盖股，尤其我还特别讲，12月是瓶盖股筑底的月份，12月是瓶盖股筑底的月份，你应该注意它的反转讯号，而不是看坏瓶盖股。你在这个时候看坏瓶盖股，你会倒霉哦。你也探不到钱，你也做不到，你也了解哦。啊，瓶盖股在12月份是关键的转折时机，它虽然在筑底，可是关键的转折时机，你要注意反转的讯号。所以接下来瓶盖股想要操作的，跟上我脚步。今天涨2%没什么，它还会筑底。可是只要时间一到，价位不重要啦，只要时间一到，瓶盖股一发动，我就会出手。这里绝对不能去看坏瓶盖股，已经开始在筑底了。想操作瓶盖股的，赶快来找我啊！进来找我。你看我们今天强棒出击，我们今天强棒出击，马上推荐瓶盖股，有没有？啊，我们今天强棒出击，昨天是国巨嘛，昨天是国巨跟台本，昨天国巨涨停，台本涨满 5%。我们今天强棒出击，一开盘9:20马上通知台光电，台光电妈熊我攻完了，妈熊涨到101块。我讲完之后，台光电马上涨到101块。我在9:20的时候推荐的，讲完之后是马上飙到101块。我跟大家讲过，不会马上喷出去，它还会筑底，还够怕的。那为什么我会推荐台光电？这等一下有时间我再来聊。那今天被电子股资金一吸之后，昨天活蹦乱跳，最热门的原物料，哎，今天马上拎起啊，马咪公拎起啦，就没有昨天那么强了。可是记得，原物料不是跑龙套，原物料绝对不是跑龙套，原物料是国际化的行情。所以它行情是玩真的，你绝对不要以为说它是跑龙套，只是短线的，绝对不是。你看昨天美国期货的铜又创3年新高，涨了 1.65%。今天一铜继续飙，啊，今天一铜继续飙，今天很可惜8358金居，金扣秀开高来到42.75，离43块钱就差一步而已啊，就掉下来。应该是这几天买上去的，有一些获利跑掉，没关系啦。啊，涨反的让你想捡便宜货的，还有捡便宜货的机会点。今天早盘铜的价格继续在涨，有个 cage party， 铜价继续涨，跟铜有关的股票会持续的热络。我给大家看过，铜的报价持续在往上涨，铜的报价已经创3年新高，还继续在涨。尤其铜的库存这么低，9年来最低的库存，铜的价格压不下来了。跟铜有关的，尤其是金居，你一定要注意。铝的部分昨天又大涨2.6%，哎，铝涨更多。昨天美铝，美国铝业也大涨2.6%，美国铝业是全世界第三大的铝业。它的走势几乎跟铝是同步性的，铝目前价格已经创5年新高了，铝的价格已经创5年新高了，昨天还继续创新高。给大家看最新的库存已经降到啊8年来的低点，所以铝的价格只会涨不会跌而已。你看美铝一路飙上去，昨天最新的这张雄心呢继续创新高，所以跟铝有关系的啊，跟铝有关系的金山店，这个要注意。
所有被动元件股都涨一倍以上了，春一刚刚起6%，它是被动元件、铝质电解电容、熊碳晶的公司，短线指标高了 ，OK， 整理，这也在大家睡，等到整理差不多之后，再拉动，黄金交叉一出现，马上又是一波新的攻势，铝的价格不会下来，这点你放心。好，刚给大家看过铝的部分。昨天跟大家谈纸类股，对不对？长纤价格创新高，短纤价格也大涨，尤其最近这两个礼拜，北美的长纤飙涨。现在市场已经有一种预期，明年国际的纸浆价格全部都会创历史新高。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呼声了，因为价格已经到高点来了，对，这骗不了人，已经到历史高点接近了，所以创新高不是太大难事，短纤已经超过，已经创新高了。今天又传出来什么？今天又传出来华子要调涨文化用纸啊，华子要调涨文化用纸。华子是国内比较大的浆纸厂跟浆厂，那永丰余重点大陆、台湾都有。大陆今年纸的调涨幅度比台湾更大，我们只有调人家的一半而已，所以跟着国内的文化用纸也跟着一起调涨。所以今天纸类股的部分，华纸大涨，因为消息是出在华纸，所以1905的华纸今天大涨，永丰余也不错，对，永丰余也不错，涨了 2.2%， 咱涨开始买。今年度纸类股里面，就永丰余跟华纸涨最少，你看永丰余几乎没涨到，华纸啊更是压回来，因为这两家公司是永丰余集团的，永丰余集团在今年度董事长何寿川有官司，所以把行情给压住，那这个事情已经落幕了，讨给嘛瓦郎啊，啊董事长挂名已经换人了，所以当降价在涨的时候，瓦这两家开始补起，华纸净值高达14块，永丰余净值更高达19块，今年获利是5年来最好。利用这个股票，我不要什么股票会飙，是不是？我怕时间不够了哈，尽量讲，讲不完的明天我再继续说。原物料、石油，这是旧图，新图已经创新高60美元了。油价很重要，依我研究油价，我特别把绿色画出来给你看。每年12月到2月份，每年的12月到2月份，油价都是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北半球偏北地方的国家都会下雪，冰天雪地，它要烧燃油来取暖，所以燃油需求会大增，带动轻原油价格，在这段期间全部都会是一个多头。所以油价不会歪啦，油价不会下来的时候，中间原料报价也是会涨，你看 SM 今年已经起过10%，所以外资为什么一直买国桥，一直买台本，懂原因了没？昨天外资买超第二名国桥，昨天外资买超第二名国桥，今年获利是5年来最好，倍比还不到10倍哦。1310的台本，大底才刚完成而已，昨天外资也买了4000多张，所以这种股票惊不会乱呢。所以我跟你讲。原料股不是跑龙套，这是国际化的行情，你一定要看懂才行。对，但大家大概爱做等足够，我怎样？我也喜欢做电子股，我电子股也研究很深。好，可是电子股你不要去买那种涨很高的，底部的，找底部的电子股，一档一档慢慢做没关系。瓶盖股在主底，免急。想做瓶盖股跟林和燕，我在观察它的反转讯号，只要反转讯号出现，我就会出手。我们今天买2383的台光电，因为台光电它是无卤基板全球最大厂，现在规定智慧型手机跟平板全部都用无卤基板，所以它是最大的收获。你看它的业绩，从2块、4块、7块、8块，今年最起码9.5块起跳，再创历史新高，就股价从160跌到今年的起涨点，这是今年的起涨点，高十几块。铜价在涨，对他也是受惠。今天宣布要到大陆投资，明年要扩大大陆的投资，对，吸收大陆当地的客户，这些好事啊，是好事啊。
所以台光电这档个股也是档很优质的瓶盖股。好，所以我买的股票都是底部的股票，一档一档能够带着你做。5069汉语博德，哇，这段买起后不会跌，涨完之后继续加嘛，这样呢涨就40%了，按照40%，台表科按你买42%，套地按你买30%。你要赚大钱，一定要有波段的操作。8042金山店，哦，安尼嘛，20%起来，对，包含台本、当然国桥、子类股，这么多的赚钱机会，你够来担什么？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全力在拼一个50%的大红包，我们全力在拼一个50%的大红包。你有这样的企图？如果有的话，赶快来找我。一天才个便当钱而已，不要让行情越走快到尾声你才想要拼就来不及了，现在还有一个半月绝对足够，让林天燕带着你一起来拼一个50%的大红包。我们的服务专线02-2392-3988 02-2392-3988，跟上脚步，祝你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